400地方导弹武器系统引进之后的话，对中国防务体系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进。一是可以扩展我们的防务火力范围，第二个呢就是反应速度更快，第三个就是火力通道呢明显的增加。因为像 S400 一套武器系统可以同时制导16枚导弹，分别攻击8个来级的空中目标，抗饱和攻击能力的话会比较强。